巴拉旺三兄弟后来怎么样了？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哎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只没齿兔的小弟已经去当小天使嘞。我们只做了一个月的兄弟。托尼帮我们找的老婆好凶哦，他一直咬我的脚，哼。对啊，要咬回去还会被托尼阻止哎。希望托尼以后可以帮我们找一个温柔一点的老婆。哎，大哥，你的房间好大哦。嘿嘿，帮甲虫换家喽！大哥，我要换新房子嘞！我的房子啊，赶快还给我！以上是大五哥家族的近况。之后会不定期的为各位报告其他家族的故事哦。